在净水处理厂中，反渗透过滤器在高压下让海水流经半透膜。这个过程只让纯粹的水分子流过，盐、细菌和病毒被截流，由此获得近乎蒸馏的水。一台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仪表监视过滤器的污染情况。关注飞卓科技，您的智能传感解决方案专家。